一年前啊，树烧了，我妈每次都让我带上这个，对伤口很管用的。未灭几人名人，你慢慢喝，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小婷，爸爸，爸爸现在就带你回家好吗？我回家了，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偏偏这个时候山里防火，他好像是宋教授的女儿。听他回公司。爸爸，小婷。